有生就有道，有高山就有深渊，有天地玄书就有腥风血雨，我逃不掉，你也逃不掉。根气，还有师父的脑袋，就为在这黄风谷底一时快活。
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老衲乃是小须弥山之主，法号灵吉，也是这蜀药的看管之人。大圣陨后，六根不灭，散落到了世间。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，因自身修为有限，难以炼化，于是生了歹心。我不慎中了他暗算，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，做了存放根器、修炼邪法的容器，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，我之罪也。此番重回大道，全赖施主智勇无双。这世上应只有施主一人有资格保全此物。来吧，替我收好它。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，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你说对吗，孙悟空？